知道吗？我们今天拍的是什么戏吗？我们拍的这一场戏叫做《戏中戏》，就是告诉你，让你猜。戏中戏是这样吗？你怎么爱上别人？到底是谁？跳！你到底是谁？我咬嘴。啊？还是这样。别逗了，豆子。别逗了。玩了吧？别的。咱是酒马，好啊，我知道。我知道啊，你们在想什么？三十九不是他的，录了也没用。他明明是36、37、38、39，你们就去猜吧。又或者是这样，知道吗？我的法力无边，我会收了你，好，收了你，怎么也收不掉你。难道我的法力是？天哪！法力都没了，怪不得我不能御剑飞行。天庭我还回得去吗？此处来到了小溪边，有没有船呢？这应该是方舟吧。